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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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钓到一只臭鱼，那只小熊钓到一个臭鞋子，噔噔噔，他钓的只是一个鱼，哇，钓到臭鞋子，哇，钓越来越快，小乖好像又钓到了，小乖怎么可以把人家的鱼的嘴巴搬开？哦，对对，小乖这样，等他嘴巴打开，爷爷你看，你看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这个小乖会不按牌理出牌，人家鱼的嘴巴没有开，他用手把它搬开。就真好玩哈。